我是欣欣，今天我要来玩我的小猪气球啦！哇，我的小猪气球真好玩！哇，你们快看，妈妈给我买了两个药箱玩具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玩吧！先来打开这个粉色的药箱玩具。哇，好多医生工具呀！这是听诊器，这个是眼镜，我要把它戴上。这是小鲸鱼，这是检查牙齿的工具，还有一个榔头。这是剪刀，这是体温计，哇，真好玩！下面再来打开这个橙色的药箱，快看，里面有一个榔头。还有一个显微镜，我要来看一看。这个是针筒，再戴上听诊器。这是勺子，这个是天秤。这是盆和眼镜，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哪一个医生玩具呢？快告诉我吧。